嗨，大家好，今天很奇怪哦。对啊，非常尴尬，因为我们今天在外面。今天光好奇怪哦，我看起来没有很可爱。本来就这样了，照妖光哎。对，不要逼我在17个人面前骂脏话，告诉你。今天我无所谓，背景就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今天上面写说今天宅知道不宅了。对，因为宅男就是只会关在家里，所以今天要带大家走出户外。嘿，但是他们还是在家里看啊。可是有这十七个人先走出户外，有人在，有人在。我今天现场有些观众哈，没什么异样。对，我们今天在这个叫做木咖啡。木咖啡。嗯、我刚刚还在想说那个字到底怎么念。嗨。没念错。有了。但是我用后面的英文拼音念出来，它木咖啡，所以应该就是念木吧。应该是吧。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他的粉丝团，还有他的 logo， 要特别感谢他们提供我们场地，谢谢你们提供我们晚餐。晚餐很漂亮，晚餐看一下，秀一下，秀一下。这个是什么？我有点忘了，他刚跟我讲的时候没有听到。对啊，但是有很棒的餐点。是干嘛？我在发文呐、啊，休息在发啦，休息再发就来不及了啊！不就是节目一开始就要发吗？对啊，总之今天就蛮新潮啦、啊，因为今天就是在外面录，也没有在外面录过，之前都是在摄影棚。嗯，对啊。然后今天就是出来，然后有十几位啦。你们怎么会有空来啊？为什么不行啊？这样住不是要上班吗？现在其实差不多该下班了吧。哦、oh, 是哦，下课之类的，因为他们都10点半来下班啊，很可 我就想说他们可能也是啊。不是啊，应该都学生吧，还点头微微点头，有些摇头。有啊，有一个妹子摇头、啊、大部分点头都对，有学生啊。他们我不是学生，我失业的。没事做跑来这边晃一晃。然后有上电视，有点现在感觉到我们尴尬的地方了。有再遮了。再遮。对对啊，所以今天就是来这边给大家一点不同的感觉，不同的感受。在附近的观众还可以来 gank。 是啊，他们没有付钱可以下来。有啦，付费 gank。哦，要付费才能 gank。 对，当然啦。好，是不是？好什么、啊？哇，你今天好尴尬，要不要接啊？不想接，要不要接啊？很饿啊。那我先喝一口水啊。不然你让他们实际的主持看看嘛。好，来。有没有想要主持的？现场征求想要当这个位置的很久了，赶快来，趁这个时候表现一下。没啦，不过也是蛮新潮体验，因为我们在麦卡贝已经待多久了？快两年了。对啊，没有，蛮少像这样在外面主持的吧？有吗？之前你们有吗？没有，只有见面会出去啊，其他都关在家。真的哦。有啦，木曜啊，你不是有去按脚底按摩？哦，可是没观众，这次就比较像是那种。哦。Okay、没有啊，我们摆一个桌子，然后在外面播。那个就是宅知道内容，就是节目内容好像没有哦，好像没有，对，真的哦，嗯，还蛮酷的。好了，但是虽然这样，但是节目内容还是跟平常一样，我们有这些东西要跟大家看一下。嗨，第一个是什么？老外太闲，另类玩七龙珠啊，这个我有 po， 真的假的？超酷的，可以来看一下。哎，也有聊天室可以看。是里面有师傅在打面，对，蹦，赶快拉起来。
really nailed me back there. Are you making hand puns, Frieza? So you finally figured it out, did you? Of course I did. What do I look, dumb to you? No, but you do look a little cuticle right now. That was so bad, I'm facepalming right now. Oh, you think you're so cool, don't you, Goku? Well, I think you're not cool. It's time I put an end to this and send you and this entire planet straight down to heel. Heel? That's a foot pun, not a hand. Seems that I have the upper hand now, Goku. So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about... Huh? What are you laughing at? You're not the only one that can perform hands-formations, Frieza. Huh? Let's see how well you handle me when I go Super Saiyan! What? This is not even your final form? Seriously? This is why you guys are gonna come help me? We were just practicing for our play. I can't believe you guys would play without me. Tune in next time on an all-new episode of Dragon Ball Z meets Nut.最后没有看到啊，谢谢大哥。反正那个影片是那个影片的那个作者，大概两年前吧，嗯，都是 YouTube 的第一名。哦，真的？好像从两年还三年之前，应该都是 YouTube 的第一名。嗯，然后这两年是被那个 PewDiePie 超过去。哦，本来都是他第一的。嗯，他的东西也蛮好笑，蛮有创意的。我觉得就是他们都很厉害在剪辑方面。对啊，他们一开始是。他有个朋友买东西回来，然后传简讯跟他说：“我东西很多，下来帮我拿。”然后他们上面不是两个朋友吗？他就说：“就两个都不想下去拿，就说那我们来猜拳，决定谁要下去拿。”然后猜拳，然后他们又说：“啊，你慢出，谁慢出干嘛？那来比别的，又玩一些什么其他拳，然后比不出胜负，然后最后就变两个人都是七龙珠，然后要对打，然后打出胜负这样，反正就还蛮白烂。”很可爱，我觉得好有心。特效做很好啊，他那个特效都像那种 YouTuber 一开始都。也是一开始就是录一些小小的影片，但到后来就越来越夸张了，到最后就去拍电影了，搞不好？有可能哦，回电影先，然后再去变电影。有可能啊，跟实况一样啊，一开始可能五六年前大家那个画面都烂烂的，然后也玩不了什么游戏，然后到现在就哦，1080p 也可以了，60帧也可以了之类的。对啊，以前手游都要找什么艺人啊，有名气的人啊，现在实况组也找，连游戏配音都要找你们两位，是不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是不是真的，可以跟我讲。酱菜那个我想接，那个还不错啊，我觉得吃东西就可以讨论一些，我们私底下聊的好吗？是以为是私下有没有？真的还不错。有点像我马上已经收工了，在那边吃东西，啊、完全把那个当其他客人哎，没有说在搞什么。对啊，其实他们只是面对我们，好奇怪哦。好啦，那个还有，再来就是那个宅小物，这么快就进入宅小物了、欸？因为上面只有一个啊。是你吗？哎、欸，你吃这么爽啊？当然、啊。那你吃啊？哎、欸，你们谁帮我们主持一下？不行、啊，你们随便挑三个跟我们三个长很像的、啊。不，你们看那影片，然后我们吃饭好了。好啦，那我们先看第一个。为什么？第一个宅小物是 DIY， 蒸汽朋克手工腕表。怎么又是这个？这之前你不是看过啊？有的蒸汽朋克风格，但是时间是由电力所提供的特殊手工表。这时间的显示方式是使用 USB 风扇的功能来当基础设计，设计基础。还有影片吗？最好播三个，因为我要吃饭。
不是，它是晚安曲。你困了，对不对？对啊，我有回到 baby 的时候被妈妈抱着的感觉。你不满意现在？我觉得你只是初老而已。屁呀、啊，初老个屁呀、啊！看电视。然后人家把电视关掉，我不会这样子。哎，我妈会这样，真的哎。怎样？就是躺着，然后比如说你就想，哎，妈睡着，然后拿起来转自己想要，我妈会这样，我在看哎。对啊，很奇怪，他们怎么会这样子啊？我不知道，你可能快，你可能快，才不会有这样症状，好不好？快了。哎，你们知道吗？我不是都会去，偶尔就是会去那个医院，然后就会称体重，量一些 BMI 值啊什么之类。你知道我身体的年龄是几岁吗？46，身体年龄，你说46？身体年龄不是啊，身体的年龄16，这样可以了吧？16有点夸张啦，18。哎，没有错，我前侧弯是18岁。哦，那我前侧弯应该有48。你前侧弯应该48，可能68啊，应该差不多。但是我真正十八直接入土了。但是真正我整个身体的年龄是26岁。因为都有在运动啊什么的，还不错啊。因为我没有运动之前哦，我去测哦，是老比我实际还老2岁，但是我去运动狂健身一年之后，我再去测变20几岁。哎呦！所以我觉得健身真的是有用的。嗯，一定会有用吧？一定有用啊！我说对身，但外观上面大家一定会觉得有用，可是身体你又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用啊？就搞不好里面那个心肝脾肺肾还是很老的样子，还是很老。我啦，你应该完蛋不行。我觉得我应该40几掉，没到末期啦，末期的话应该没有头发啦之类的。反正我是没在运动啦，我也不会去测那种东西。好啦，刚刚那个表啊，你看它，我们字卡上面就有讲到，它就是利用那个 USB 风扇的功能来当设计的基础，就我刚刚讲的、啊。它好像本来就有卖那样的东西啊，就是本来就有那种电子展场都有那种，有没有？对啊，今天买什么 RAM 干嘛？然后就秀那个字在上面，对啊，一直跑。那种应该现在就蛮容易可以买到了，用程式就是设定一下要出什么东西就好了，我想。哦，真的、哦？我猜啦，不然那个买 RAM 送什么那个他们怎么用的？还不就自己打字上去吧？哎、欸，对，就可能就连电脑然后打说、哦、我要显示什么字，然后他就，哎、欸，对耶，是不是很厉害，有没有很转身？你这像钟摆，很快钟摆。你这比较像隔壁有10个人在放屁，对，很臭。20年后来黄山，很臭，很臭。下一个是可爱猫咪菜刀，看一下字卡介绍。它这个菜刀有两个尺寸，然后一把可以拿来切生食，一把可以拿来切熟食。可爱的猫咪图样呢是雷射雕刻，完全不用担心会掉色。那呢比较深的雕刻也可以增加握把的指滑效果，是可以安心使用的菜刀。我们看一下影片。これかわいい。この包丁かわいいだけじゃないんです。見てください、この切れ味。長ネギが簡単に切れてます。なかなか切るのが難しいトマトもご覧の通りサクサク切れちゃいます。かわいいだけじゃない、猫三徳包丁。これがあれば料理が楽しくなりますよ。还蛮可爱的，这是要干嘛？就是一般的刀，就是有一点疗愈系，猫就没了。啊、最好后面按一个按钮，可以有猫叫这样。啊，像切，然后就按这样这样，像切到猫了一样这样。那也太恐怖了吧？那恐怖猫咪菜刀吧？哪有什么可爱猫咪菜刀、啊？而且我才不相信那个可以防滑。哦，根本没什么、啊，根本没有。对，我也觉得没有防滑效果，够夸张。而且。这样子只要利点的刀都可以，这样还蛮酷。怎么？你在干嘛？刚我听到很大声的声音。无线电，刚刚想把我弄，想把我弄聋。可以。今天是谁控这个？他应该跟你有仇、喔。真的，他想害我。对啊。啊？没有。你赶紧听啊！我马上帮你报名2016年残障听奥听奥会的、這個欸。可是我一直想听奥，他们应该没有什么弱势啊。什么意思？就是他的哦，可能平衡感就是。对，平衡。就如果听不见，好像是平衡上面会有，哦、对、嗯，有一些缺陷呐、啊。我想说什么射标枪、丢铅球，他们也一样很强 啊，对啊。没有，应该是平衡上面应该。会不会哪一天会有那种听奥里面的人丢的比那个世界冠军还远？有可能、欸，我觉得有可能。好了，这个可爱猫跳这么快，你也发现了、喔？你现在可爱猫咪加三口组啊，然后就变成听奥了。我前几天才看到那三口组的影片啊。就是又是三口组，就是有那种外国人，他会去拍一些那种日本的那种，反正就是那种黑社会他们的那种干嘛，真的是每个人的手都是断的，
断的，不是就手指啊？哈，断全部？没有，因为他们只要有做错事情，就会要切一节、啊。对对对对。对啊，然后很多那些比较老的，干嘛都剩这样，因为他们已经后面都没了，因为从最后开始切啊，有一些就是。这个没了，然后这个断一节这样子。那比如说他们要、就是，他们是 quota， 他们能做错事的 quota， 他们做错事可以，就是他们自己要就切来谢罪，但他们可以挑吗？挑手指吗？比如说他觉得这样很帅，他就挑这两只砍吗？没有，他们会以可以开枪为优先。这样还是可以开啊？屁啦！可以啊，你看，可以啊、不行啦，下面握不住，下面握不住，你这样怎么握枪、啊？你这样一开，后头就往后弹了，没有人这样开枪啊。小直笛，不不，你看他们神经病，变这样吹小直笛，初老的现象。屁呀、啊，什么初老现象？开始讲就奇怪了。你、看他们如果做错事情24次。他们就只能比战，其他全部都不见了，好惨哦！退休，对不对？对啊。你然后这样指人家这样，看什么看？然后就挖鼻孔。对，而且还挖不进去，太大。欸、不会，我可以啊，我的卡住了。OK。真的假的？OK。我可以挖给你看、啊。不用，我不想。已经挖出来了，我看到。然后这样。好饿。好，下一个是 Boss Eye Ball 雷射电钻。自改介绍。透过一圈一圈的雷射光辅助显示，能告诉你目前钻孔有没有歪掉，以及你目前钻的深度。超不实用，来看一下。哇、欸，很实用啊！可是电钻这个东西基本上是非常少人会用的。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哎、欸，好帅啊！好高科技、啊。所以他现在在想要介绍什么？看见他的炫光红色灯，看久了有点晕。这边二十几个人看着一个圈圈，邪教邪教，好孤僻哦。嗯。而且没有声音呢。因为刚刚一直啵啵哔。他是怎样啊？他为什么会缩？哦，他哦，他往下就会缩圈呢。哦，越来越接近那个。中心就是你会知道你多深啊，那个旁边那个圈圈的那个半径会决定多深，它可能有个比例吧。嗯，讲到电钻，以前有人写了一个，我不知道是网页还是程式还是服务，就是那种借就是资源共享啊，因为他们现在不是都很就是推崇这个，比如说 Uber 就是一个啊，嗯，就是你有车，你也平常也会开车，然后你闲闲没事，嗯。那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有人可以坐你的车，对，然后付比较少的钱，对，这种就是资源共享的。以前他们最早一个就是叫电钻、哦，因为他们就最早就是说，就是美国统计卖了不知道多少电钻，嗯，但是人一生平均使用大概是3分钟，还是7分钟这样，嗯，可是就是大概反正好像有90几%电钻的生命是浪费掉的，反正就是你买来然后就用那一次，嗯，就所以他们就说借物啦，哦。然后那个产品就被下架了，还是停止服务了，我不知道干嘛，反正就是没成功。真的、哦。所以电钻，我觉得电钻真的是很少用。你有钻过东西吗？有啊，我搬家今年就用了很多次。对啊，大概就只是搬家还是挂什么东西的时候，那才用到那一次。对，平常是真的没有。对啊，所以一把电钻就能用到次数真的很少。对啊，像我从 IKEA 买那个帮忙锁螺丝那种机器，对，因为它锁得很烦，就比如说你买一个桌子就要20颗，对，锁，你转这边都起水泡，不能打电动生气，直接买那个砖子来用，哎，那个真的，然后转，然后就锁起来再也不会用了，是不是？对不对？对，好像是。还有一个地方我也用得到，洗电风扇的时候，电风扇不是有很多螺丝起子吗？然后就可以这样，把砖子直，然后很快就可以解下来。是吗？我没有在洗电风扇。是啊，我妈教我。可是我电风扇都是卡榫的。啊，真的、喔？被拔的。可是卡榫中间正中间不是有一个那个电风扇的轴心吗？那里面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清头发出来，那个它都会用螺丝起子，因为电风扇怎么会有头发在里面、啊？女生有很多头发，会它会吹的时候可能会吸进去的、啊哦，还有狗毛也超多的。哦，你家养狗了？对啊，就会很方便。想到这个，我家的那个排水也是堵堵的，排水洗澡的地方、啊、排水孔、啊。对啊，就是。因为分离那干湿分离嘛，是不是都关起来，然后水都在里面，然后那水现在就很难下去。哇，怎么办？就是洗一洗洗，
那个水会慢慢慢快要超过那个干湿分离地方流出去。那怎么办？那你为什么不清一清啊？买威猛先生啊，买通乐吧，就是那种威猛先生之类的去洗。我说用威猛先生，我还没买啦。好猛，头都先洗洗洗洗，然后就先关水。好，擦肥皂，然后等那水，下去的时候，然后再冲。我觉得洗澡是辛苦。是哦。对啊，买过有时限的嘞。我有时候也会煮啊，然后就是会变成水肠啊。哦。因为我浴室单一的。哎，你知道我家有一次发生很恐怖的事情吗？就是我就白目，然后我就吃那个，我朋友就送我一堆百香果水果，然后我就放，因为他送我一大包，就我只吃了几颗，然后放到就全部都磨皮啊这样子，然后就想说那要把那个磨皮是什么发霉啊？抹皮就是没有水分，没有养分就干掉这样。可是因为在这个之前，我就已经把所有的籽都已经抠出来，想说要做成果酱。对，然后后来就放在冰箱放了一个月，然后就觉得拿出来之后就这样，虽然还是很香，又觉得放了一个月好像应该会坏掉，应该是坏了。对，然后我就想说，那反正就把它倒到水槽好了，我就没有想说要倒到垃圾桶，就倒到水槽这样子。但我就是万万没有想到它那个籽啊，就是全部卡死这样，然后我就用了整罐通乐，在半夜一直通，然后它都没有办法消退哦，然后我还一直用那个。管哎、欸，用那什么很长的那个杆子，然后一直捅下面，因为我说那不然这样子杀人哦，不是啊，不然那个洞口我就这样一直通啊，让那个纸可以那个慢慢消下去。你是很擅长这样捅人？没有，好不好？杀人放火？没有，我都暗算。好像你好像今天玩的那个某个游戏暗战呢、啊？我都暗算。哦，暗算。那个然后我就这样一直弄，弄到早上，它总算好了这样。然后好了之后，哎，大概中午的时候，我家店里就响叮咚，然后门开了一个阿伯，小姐，请问你家昨天是不是有用通的？然后我就这样，对啊，怎么了吗？他说我家的屋顶破了，真的假的？很夸张，对不对？我就觉得屁嘞，去他家看，哎，家里是没有破，可是就是会一直滴水下来，就他的水管好像一直滴水下来这样。你把对，我就想说死定了这样，然后阿伯脸超臭，他说你要负责什么的，然后就说对不起，然后就请那个水电工来看，结果水电工来看，哎，他救了我一命。怎样？他说先生，这是你们家的水管，可能它上面通来通去的时候那个抖动，然后导致你们水管可能就是那个松了，然后就这样一转紧就好了。然后阿伯可能本来说靠，可以换一整组新的，就因为你这边讲。然后他又生气啊？他就很不爽，他脸超臭，然后就离开了。我就付了水电工100块，因为要给人家那个我知道检测费嘛。对啊，好爽啊！死老伯，怎么脸？就是我以为我把它弄坏，还是你力气真的太大，你要戳到楼下，那屋顶破了个洞出来，就还没在看电视啊。哎，因为还没看电视的，哈，然后一个东西这样插出来。屁耶！你刚才说我在我家一直跳 Just Dance 跳一跳，整个人掉下来，阿北刚好这样，哇！我刚刚睡觉啊，然后那个天花板那个壁癌那个灰，直接掉到嘴巴里面，干嘛？然后叮咚。小姐，请问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在跳 Just Dance？ 哇！小姐，昨天晚上你家都开实况。哎，说先生，你是不是偷在我家装偷拍？为什么我做什么事情？对啊，你怎么都知道？对啊，你看我嘴角，这是什么吗？这是我家天花板的壁癌。因为我在睡觉的时候嘴巴打开，你一直跳一跳，我知道。超扯。哎，因为我那时候吓到，因为我家是4年的房子嘛，然后就想说，哎，他是不是可以？对，他是不是可以刚好换一组？就是3-4年换一组新的。哦。他一定很开心，但没有想到水电工说没事。本来每次3-4年哪会那个、啊？对呀、啊，可是那时候真的以为把它捅坏了。真的，我也以为。我真的是。我刚听你讲，我想说，明天请太大力把人家水管捅坏。对啊，小姐，你有看到那这种吗？这是我家水晶吊灯，被你在楼上掉下来，然后你家昨天是有动什么刀啊之类的，然后水晶在那边晃来晃去。这是我家被压死的，怎么超可怜？乱讲哎，夸张太扯了。好了，开玩笑。下一个，切西瓜的神器。Angurelo， 看一下这卡介绍。它是类似宝丽龙切割刀的造型所设计的切西瓜器，不仅可以漂亮的切出波浪形的果肉，还能轻易的夹起。那呢，其细刀可以顺着西瓜的圆弧来切，不会造成果肉切不干净的情况。影片，它这样刮的。
少钱吗？哎、欸，没有哎、欸。他刚刚说七百八。很便宜哎，七百八。七百八就可以买菜刀哎、欸，也可以买一组哎、欸。七百八可以买菜刀吗？可以，比较不好的吧。便宜的菜刀，对啊。啊。可是那个就只能切西瓜哎、欸。还有其他蜜瓜，还有小玉西瓜。小玉西瓜也是西瓜好吗？还有黄西瓜，你真的是怪怪的。不是我想要知道还有很多不同的。没有了，我觉得他没有其他的。大概就讲了，我觉得没有。假的。切蛋糕。哎、欸，说明他可以切蛋糕哦。不行，这样子没有用啊。可以啊，就一片一片的，一片一片的。好，什么一片一片？你这倒数下去也是一片一片啊。没关系，宰小物嘛。蛋糕店就送了，就会这种东西。我跟你讲，因为我们小编介绍都是屁，没有什么屁用的宰小物，所以我就要把它讲成没有屁用的东西，行不行？可以吗？哎、欸，是我在努力把它讲成没有屁用。对啊，你在努力呵护它。你在这样子，我们节目才有节奏起承转合，懂不懂啊？我还真是不懂。下一个是什么啦？行动电话 ，Rubble Home。好。好。随便，随便，进吧。两脚不行，机器人可以使用3G 上网、通话、照相、发送电子邮件等功能。头上还有一个小型的投影镜头，可以将照片、地图、影片等投影到墙上或是荧幕上。除此之外，也可以用声控来与它对话以及操作。啊，就是之前那个研发机器人那个人的吗？你会被没有人会这样在上街啊？好可爱。旁边的人今天想说，妈，这人好宅，真的，臭宅男，这是神经病脸，真的。香里ちゃんからメールだよ。読み上げて。来週の日曜日って暇？だって。うん、日曜日暇だよ。おはよう、朝だよ。今日はサーフィンに行く予定だよ。プロジェクターで映すね。タクシー呼んで。オッケー、配車完了。タクシ可是我觉得可能对机器人很有梦想的人会很喜欢吧，可能吧，没有朋友的人会很喜欢。不要这样啦，没有，我觉得还蛮可爱的。是还蛮可爱，因为它的功能比我们想象中的还多哎，对不对？太多啦，就没什么用。没有没有，它的优惠很贵啊。它很贵吗？多少钱啊？没有写。没有写。这个至少要万吧？要来个4-5万，已经跑不掉吧？真的，我今天拿来买6S。嗯。
真的假的？真的啊，怎么样？还是你们明天要刚刚那个？不知道四五万来讲，真的是会去买六 S 啊？对啊，六 S 我还觉得比较好用，还有是啊，对啊。不过我蛮喜欢机器人的啦，但是我觉得它有很多功能就没什么必要。哎、欸，你们小时候有没有想过，就是长大会有一台机器人可以跟你讲话什么的？我有哎、欸。我也有，你有吗？嗯，我对我小时候没什么记忆耶，可是一生出来就这么大只，还是你没有童年？不是，可能是我被车撞过。失智、哦？不会拿。九年之后，小时候啊，我没有哎、欸。你没有小时候、啊？我比较想开机器人，不用跟他讲话没关系，类似的概念嘛，就可以操纵就好了。嗯哼，有啊，那个诊所外面有那种投石块就可以玩。小时候，哔哔哔哔哔，我知道那个，我那好玩。我只知道他们对对对对，它还有四种按钮，会有四种声音。哇，你还有按钮啊？有，好，我都是那种脸就已经歪掉的小叮当了。哎，那你们有没有做眼睛超奇怪的米老鼠这样？你没有做过一个是圆的，然后有一个椅子，然后它就这样，嗯，我有。可是那个很小，那个大概3岁以后就不能做。对，因为那个小你有看，你知道我讲什么？我知道，就游乐园里面那种。对，你知道我从小就很。而且我很奇怪，怎样？就我就会叫我妈投石块，然后我妈投进去之后，然后她就这样，嗯，到高端的时候我就，她下来了，她想，嗯，原来你从那个时候就有人格分裂，真的耶。我妈是这么讲的，我说怎么可能？那差一点点高度，我妈说真的，每次你升到上面的时候你在哭，很奇怪耶，就差了50公分而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哎，难怪我长大不敢玩大怒神。啊，不对啊！你如果是就是一样的那个啊，没有。你如果生在现代，就会被网络爆红影片。为什么？你妈太怪了啊！你太怪了、啊，真的假的？可是小时候我也会因为很奇怪的东西哭吧，我也是我家人跟我讲的。嗯，好，他们第一次带我去海边，我就不敢面对。就是海浪这样过来，我不敢面对。你说你要走进去靠海的时候，海浪过来的时候，你会一直后退的意思吗？还是你站在那个地方就好像是我家人抱着我。然后我就不敢转头啊，真的假的？嗯，我不敢转头之类的。哎、欸，我也有遇到过、欸，可是很恐怖啊，你不觉得很恐怖吗？就是没看过的话，就怎么没看过大风大浪的关系吗？没有，我也有遇到这样子过。怎样？我把我家狗的时候抱起来，然后往前，它还是不敢面对，它就一直往，它就一直背对，然后一直。你说海吗？海。所以我是狗。哎、欸，一切都说得通了。你小时候是一只狗，那先他的休息一下，跟狗一样，跟狗一样。小时候一定吧，第一次没看到是不是？对啊，嗯、对啊，一定会害怕的吧？那你现在还会吗？不会。嗨，我不会啊。嗯，我刚说我现在还是怕高、啊。那你比如说你妈跟你说第一次你会怕，她有试过带你去第二次吗？一定有啊，反正后来就不怕啦、啊。哦。我不知道，反正第一次好像是很害怕的。哦、我今天刚好工作，然后去那个101，然后坐电梯到七十几楼。连上去会耳鸣呢，会啊，因为它的电梯其实很快，它的电梯超快，你坐过吗？没有，超快，超快，因为通常上去都是要办一些事情的，所以上面是对啊，办公大楼，中间都不停呢，对啊，嗯，中间在干嘛？中间是办公大楼啊，还有下面是百货公司，然后到一定的程度就变办公大楼，然后最上面是那个看那个景观的，我觉得有些地方是空的啦，哦，有几层，有几层是空的，我上去的时候就。嘴巴要自动打耳鸣，你知道吗？对啊，很快哎，很快，跟坐飞机一样，10秒吧。没有，那不跟坐飞机一样，你是坐火箭炮，差不多。哦哦，太扯。如果他不刹车直接到楼顶的话，我们应该会喷到200楼。然后就往上飞，然后掉下来再干接回来。不可能啊，卡通啊，太夸张，四肢要断了。我直接开降落伞，大家再吓死我了。好，最后一个是我们可以玩的音符君，这字卡，台币大音符2件。哦，这个我看过哎。只需心按触控滑杆就会发出声音，越往下按声音越高，左右压下嘴巴可改变音量，抖动便可变成颤音，任何人都可以轻松学习上手。蝌蚪加音符的外形设计可爱又好玩，大人小朋友都适合。是我在开台的时候玩过，真的假的？这就是那个嘛，一个小玩具嘛，我知道。叶子有带来玩过。哦，真的哦。嗯。可爱哦。而且我一开始以为就是那种什么音符，原来是这一个。我可以吹吹看吗？
还蛮可爱的哎。他是把嘴巴张开就会比较大声，然后把嘴巴合起来会比较。对啊，而且可以调，它可以调，就是低中高这样子。哦。哦，他妈痛。哦，他妈痛。他妈痛是什么？你小时候的叫声。嗯，嗨的比较嗨。哎呦，好高哦！是，嗯。你要玩吗？你要不要弹一个什么东西出来？我没办法啊，我音痴哎。哎，你把它关掉了。我没有啊。你还不赶快配合他，配合他那个弹。好像很有一回事嘛。好的，听不到吧？他们麦克风收得到吗？你要对着那边吧。等一下，为什么有那么小声呢？吵死啊！好像白痴，你像在复健的老人啊！真的，你们看看荧幕上面的你，有多痴呆？等一下，你是真的会弹吗？不会啊。那你在按什么啦？我有顺着节奏哎。好像很有一回事一样。我有顺着节奏，很 OK 的。敢盖卤蛋？你试试看，你试试看。我一直看不懂这种东西怎么玩。它好像每个地方不一样。那我来，考你啊。他换一首歌给你。全部对啊，太难了，这首连我连听都没听过，怎么？唱一首，唱一首，唱一首，唱一首。换一条，换一条。唱一首 Baby 歌。完全就没有关联。换第一首，换第一首。都可以，没关系。没有在节拍上面。有啊，哎，正拍叫做什么，你知道吗？正拍，哎，先这样讲。好比我，我是比较好，真的哎。我在，哎，我没有录影的时候都在伴随街头这个哎。干嘛？卖艺啊！讨钱。不行。是要怎么弹啊？他就呵呵呵，我要怎么弹啊？你就跟他呵呵。我刚才也是乱弹啊。哒哒，来来了。你像不像一个不喂牛奶的爸爸？我觉得比较像就是被虐待的幼犬。是不是应该放弃这一趴？哎，不相上下啊！哎，你刚刚等一下，刚刚你们有拍到吗？他刚刚把他的嘴巴张开，然后吸他自己的胸部。因为我没看到，你把他嘴巴张开。麦克风我拍。没，你就是亲喂的一个爸爸。什么亲喂？亲喂就是那个妈妈都会亲喂啊，有些爸爸怎么亲喂啊？要什么东西啊？吃我的奶吗？你刚刚好直白，是吗？对不起，不好意思啊。哎，要不要给观众玩一下？你们想玩玩看吗？试试看啊，看有没有人会啊。哦哟，很嗨哦！观众的主题曲，真的，虽然我不知道这什么歌。真真真，有人玩吗？举手举手。赶快 cue 他们，赶快 cue 他们，快点快点。我要吃东西，快点 cue 他们，不要 cue 我了。快 Q 他们！
哎，有了有了 ，Q 过去了。靠观众之力了。为什么我觉得他比较大声？对啊，因为他好大声哦。他们等下马上弹一首《大黄蜂》出来。超会。还可以吗？这种东西我真的没办法，要鸟神来一下。对啊，我也不行，我太烂。差不多可以休息时间了。好，现在他们在弹了，没关系嘛。可以吗？有办法吗？你看是不是很难？威力，你会弹吗？威力，你记得玩过它吗？是我的，这是你的了。你会吗？你家真的是乐色回收厂。会。你玩一次，你玩一次。我不会啊。你为什么买了一个东西都不会玩呢？哎，跟我一样哎，买了很多东西也不会玩。那都买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像我们昨天我们介绍空拍机，它也有，然后它也没有玩过。不宅小物嘛，收藏。你玩玩看嘛。你跟他拿过来玩玩看。不会，玩了跟小孩一样。找那边给我。他想要玩吗？我来大师来了。看这个。大师你在干嘛？大师。我觉得这好好吃哦，真的，毫无相关的画面。可是我刚刚，啊，对不起，那是酸菜吗？哪里？那个绿色那是酸菜吗？不是吧，菠菜吧？哦，菠菜。哎，就是说，这有一个很好的东西，以后我们如果打电动玩具，这是什么歌啊？知道，我是说，如果玩游戏，然后像在这种场合啊，过很久，就叫下面的来打。哎，就 Q 他们把时间交。笑嘞，然后上来打，然后发。可以，就跟廖哥笑我们一样。等一下，谁笑谁就死。他是在调音，等下调完音就。不是电吉他。超屌。上面就是这样，就是两家店长，然后这里就越狂越旧，越想看他。一人买一只，直接开课好了，对啊，超屌的。如果行的话，就比较好。不用吃完。我看来他们是没办法。不知道在这是。太难了，这个摘小物太难。好，画面回来了，谢谢大家。回来了，那我也差不多吃完了。好了，刚刚那是我们的宅小屋，叫做音符君。然后我刚才看好像是小的是1200，大的是2500。它大的更大。哦，这是小的了。这是小的，我记得。大的多大？是不是大？就是跟一个正常的没有啦，没有那么大啦，跟二胡一样大。很嗨，这手可以滑。然后玩了最后就不稳呀，不稳呀，不稳。起手炮。起手炮是什么？水炮。你怪怪的哦。我可能吃不够饱。你把饭吃一次啊！我不想吃饭。不然再跟工作人员要一盘好吃的。等一下，你今天怪怪的哦。不是嘛？这么多人围观，当然怪怪的。不自在啊！对，平常都在摄影棚，这今天有没有关系？今天怪怪的，是不是？不自在。好，我们要休息了啦。差不多了吧？因为他们都没有 cue 我，还是刚刚在啪之后，然后这个就已经失灵了。全员要进广告。有啊，我们要休息5分钟嘛，对不对？好，我们休息5分钟，马上回来。5分钟之后再回来。